哎，这是你的备胎养成手册，恭喜你成为了母亲。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。放弃一切，你的自由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头衔，你全部的一切。我这个人哦，这辈子没什么大成就，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哦，可以有点成就。阿哥电话靠哦，啊，哎，天某，牺牲一切是换来什么啊？希望在小孩子身上。中国语言下次的模拟考，我希望考到满积分。你在给我看这种书啊？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啊？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。妈妈花这么多钱让你读私立学校，我跟爸爸那么拼命的赚钱就是为了你们好，谁在看啊？我只有我的儿子。有100分的母亲才有100分的孩子。没有，我们没有人逼他的，要考上好大学，不要让妈妈失望。让我们以成绩来分配工作，学历最基本的。现在外面的人，他只会看得到你头上那顶学士帽啊！你们班就30个人，你考27名，跪下！我是满积分，你喜欢这个家吗？我要拿满积分。没有问题。没有。非常好，有问题可以来问老师。同一个方法怎么可能适用在每一个小孩身上？整天只会画这些有的没有的。救我！把姐姐当做目标，知道吗？我强烈的建议你带阿燕去看精神科。我叫你跟老师道歉。多勉强自己一点，就有成功的机会。这个社会上大家都在忍耐，一时的忍耐换一辈子的幸福，这很值得啊！撑下去啊，撑下去，撑下去啊，撑下去。生出来啊！你的手会有问过我们吗？别哭，再哭我跳下去了。乱讲！谁说我们不能翻身的？谁说的？你怎么哭啊？你想想吧。大学，大学一直都是大学。假如今天我没有考上好大学的话，你还要我吗？放开我！你不能看到我。